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又系我期货浪人啊，第121次每周和你倾啊，咁开始之前啦，照旧啦 ，CLS 啦 ，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啦，同埋订阅我期货浪人，同埋按埋隔篱嘅钟仔咧，咁有新片咧就会通知你噶啦。如果你每日都想收到最新市场嘅更新嘅话咧，你可以加入我 Telegram 广播台度嘅，咁条 link 咧就放咗下面描述栏啦，咁你可以自己去入去啦。好，咁我哋马上开始啦。咁上個禮拜其實我哋即係上個禮拜都講過係睇好嘅港期先嘅，但係就係話要叫即行我提大家講就話喂，要至少要企穩翻上面嗰個阻力區咧，即係20309至到20453啦，企到呢個區咧先為之叫安全嘅。咁啊結果即係星期一啦，一抽高啦。咁啊，即係抽高咗之後咧，20308點嘅水平都去唔到，最高咧都係殺到去20286咧，之後咧就咁樣就一夜咁樣打翻落嚟啦，咁樣係啊。咁啊，之後連一個轉弱位置啦，19826咧，呢個支持位都頂唔住，係啊。咁啊，其後喺廣播台度都有同大家講，就話喂，睇實住19500至到19600呢一個水平啊，咁樣，因為呢一個水平咧就係在前一個禮拜嘅橫行底嚟嘅。係咁，雖然星期五咧，其實佢又打翻上去198嘅，但係問題佢又係咁樣即係守唔到，又碌翻落去啦。咁夜期仲要跌到落去咧19396啦，咁樣咁。咁基本上啦，其實而家個走勢已經出咗個 low 一 low 啦，係啊，咁亦都跌穿咗咧依度之前咧嗰個上升通道啦，係啊。咁其實走勢上望咧就似係有啲比較差少少啦，係啊。但係如果睇翻幅圖啦，其實咧上面嗰個啲阻力咧都開始向下移嘅啦，啊，即係包括咗依、這個19826至到19923啦，同埋上面依個20125至到20261咧，咁即係話即係個後市啦，即係個大市嘅港期啊，如果上唔翻依啲位置咧，其實都仲係弱咯，係啊，咁暫時嚟講啦，下個禮拜。咁下个礼拜啦，系有机会咧，会试一试下面呢一度嘅19127至到19294啦，呢个支持区啦。而19127咧，呢度咧亦都系呢个周线嘅向下第一个目标嚟嘅。如果连呢一个位置都失守嘅话咧，咁就要睇翻之前嘅前底，即系18800呢个水平啦。咁亦都系周线第二个目标嘅位置啦，即系18894啦。咁向上啦。向上咧，要先留意住翻啦，即系先望实呢一个重要转弱位置啊，即系19411啦，逐望住呢个位置。如果呢个位置都上唔翻，即系企得到嘅话咧，咁啊，点样讲咧？呢个位置企唔到嘅话咧，即系我先睇向下望先啦，系啊。虽然而家觉得应该系睇会试要支持区先嘅，咁但系如果佢可以企守得翻住咧，就先望翻上面个好弹分水啦，咁就系19577至到19737呢个阻力区嘅。咁但系始终一样嘢啦，上唔翻19800咧，都其实都暂时睇都系似系继续即系弹完又再落嗰个格局比较大少少，咁所以留意住翻就19826啦，呢个系重要转强位置嚟嘅，系啊，咁啊企得翻呢度咧。初步是叫做有機會咧，就終止咗個弱勢啦。咁向上的目標咧，先睇翻啦，19737啦，第二個是20004啦，係啊。咁啊，大家可以望實住19800啊，依啲位置係啊。好，咁我哋轉講道指啦。咁道指方面咧，其實就上個禮拜咪提過話，喂，望住33842，你依一個位咧嚟去做一個分界嘅，即係好淡啦。咁啊企唔到上去咧，都係再次都係轉弱噶嘛，係咪？咁其實上個禮拜可以見到佢咧，係定係上個禮拜啫嚇，可以見佢咧試過兩次嘅，試過兩次都企唔到啦。咁啊之後仲要失守埋咧，33600啦，即係依度啦，失守埋33600呢個水平啦。好彩即係叫做即係下面個呢個支持區呢度咧，即係叫做冇。即系冇失守到啦，咁之后就冇即系冇失守到，咁啊唔会出现咗大跌啦。咁其实都系即系暂时即系望翻，其实佢都系慢磨向下 range 咁样啦。即系连续两个礼拜都喺呢啲位置，即系由前一个礼拜到呢一度，即系都仲系咁样呢啲格局里面咁样行嚟行去咁样慢磨紧喺度，系啊。
咁同樣即係睇翻張圖啦。咁上個禮拜，上個禮拜初啦，即係嗰、那個嗰、那個橫行啦，即係依一度頭先講嗰個橫行啦。咁其實都形成咗一啲嘅阻力嘅啦，其實都係啊。咁啊，阻力位置啦，就系即系依一个上个礼拜初依个位依、這个位置，系啊，依度依度上个礼拜横行咧，其实已经而家要会变咗一个阻一个阻力区啦，即系依个33,548至到33,698啦。咁即系话短期内咧，即系如果佢到自己如果上唔翻依一个区，上唔翻依个区嘅话咧，其实咧都仲系弱势啦。咁下个礼拜啦，可以用翻即系依一个区依一用翻。用翻依个区啦，同埋好淡分水咧，33,182至到33,359呢个位置咧，做一做个短打先啦，即系依度系啊，咁因为唔排除佢系都会继续咁样，即系依度玩下先啦，系啊，玩下先，唔排除嘅，咁啊，直至到等到佢突破咗啦咁样，咁如果向下啦，向下失守咗呢个33,132呢个重要转弱位置嘅话咧，向下嘅目标咧就系、是、呢个32,786啦，第二个系32,550嘅，而向上啦，只要佢要去企稳翻依一个重要转强位置33,698嘅话咧，咁先有机会转强翻嘅。向上嘅目标咧，先睇翻34,007啦，第二个系34,258啦。好，咁我哋讲埋纳指啦，咁样。納指其實如果你大家即一直即如果你哋一直有聽我嘅片，或者和你傾個片咧，睇到尾嘅話咧，咁其實都即都關注我哋啦，我都會知道我哋咧，其實我哋一直都強調啊，納指咧係仲係屬於個強勢向上走嘅。咁其實結果上個禮拜啦，上個禮拜佢係回測咗嗰個好淡分水咧，回測咗嘅試咗嘅，咁啊試完之後啦，咁啊仲之後突破咗13,197之後咧，就向上突破，升穿埋呢個13,362呢個重要轉強位置啦。咁啊，最終咧就殺到去我哋即係上面嘅第一個周線目標啦，即係13,471啦。咁啊，去到依邊位置咧附近咧，先開始回吐嘅。咁但係佢就算回都好啦，佢都係叫守翻住好淡分水啦。咁啊，落翻水，然後再上翻少少，咁啊收啦咁樣，係啊。咁其實暫時嚟睇咧，即係覺得納指啦係有機會需要即係短期需要唞一唞氣先，係唞一唞先。但係唔係我即係，但係唔好誤會啊，即係並唔係話佢會轉弱啊，係啊，因為其實之前佢橫行咗，即係好耐之前啦，依啲啦。即系佢之前呢啲咧横行咗一段时间咧，咁啊呢度啦横咗一段时间啦，跟住即系突之呢度有个支持嚟噶嘛，咁所以其实佢只要佢唔跌穿咧12,900至到13,000嘅话咧，即系12,900几系啊，咁啊唔跌穿呢个横行嗰个咧，即系其实佢我都仲系当佢系整固走势先啦，咁样系啊。好，咁其实下个礼拜啦。下个礼拜其实我哋可以睇住嘅好淡分水啦，咁啊喺呢个13,276至到13,358呢个支持力，睇下呢个支持力度啦。啊，咁啊，然之后如果因为咧佢重要主要位置都系呢个13,276噶，咁即系话如果短期短期去失守咗嘅话咧，咁下面就先望翻个目标就系13,173啦，第二个就系13,097啦，咁而呢两个位置都系有啲支持嘅，咁啊，当然啦，如果佢即系佢守得翻住呢个好淡分水嘅话咧，即系或者根本冇失守过嘅话咧，咁大家都唔好硬颈去做淡住啦，咁啊，小心佢继续反复咁向上行啦，咁向上目标啦，先睇翻重要转强位置13,420啦，之后再望翻周线目标就系13,530啦，第二个就系13,669啦，系啊。好，咁今日分析就系咁多啦，咁请记得俾个 like 我哋啦，如果有咩问题咧，可以下面留言俾我啦，你哋嘅支持就系我同我团队嘅动力嚟噶，因为我团队日日都喺度做噶，咁啊记得啦，订阅我期货浪人同按埋隔篱钟仔咧，咁一有新片就通知你噶啦，好，咁下期再见，系咁，拜拜。